然后这什么礼包限购，啊，你还真的去氪哦，3888的钻石即可获得。刚才3888，我们看一下他要花多少钱啊？初次障碍，初次障碍。哦，这手厨带干真的是有够恶心，初次障碍，我看一下，没看到哎，啊，应该这个。哦，他刚才说什么388哦，我看一下哦，38888，刚才是3888嘛，你可能就得花200块了哦，你得花200块去买一小部分的资源。好游戏吗？这真是好游戏啊。还有什么看一下哦，开服活动嘛，哦，礼包限购一小部分的资源啊，我玩到现在嘛，这些都只能算是游戏中的一小部分资源而已啊。200块你在可以在特价的时候买到整款的游戏耶，哦，200块可以在特价的时候买到整款游戏，或者说你200块存起来，小钱变大钱，你可以买到更多的硬体设备啊。这个就是你们口中要氪金的好游戏，就是这个。傻子啊，真的是傻子。然后这个还有什么来，我看一下哦。哦天啊，这个应该不是氪金提示啊，这个什么超值寻宝应该不算。那个人抢购，那你们会想抢这个？你们会想要抢这个？一样一样，我重复刚刚那些话嘛。你氪这些钱获得的都是这些一小部分的资源啊。啊，一小部分的资源在这款游戏可以代表什么？哦，你花那些钱，你花几百几千块得到一小部分的资源，你可以在这个游戏得到什么？还是说你只是我只是氪一点点钱，让我的排名比较往前一点而已，你就为了那个优越感？我在这边再跟各位补充一个事情，这种手游它多少多多少少都会有攻读生在里面做戏的成分在，更别说这个游戏刚出的时候就有机器人了，有机器人玩家在那边冒充普通玩家。这个游戏已经有灌水的成分在了，那自然而然它可能也有一些攻读生啊。更别说攻读生嘛，他可能在公司的电脑里面嘛，他可以一个人就快去控制好几个账号，齁，员工玩家，我们说的员工玩家，他可能就可以一个人控制好几个账号，哦，一个人控制好几个账号。那请问一下，你的优越感是跟谁比优越感？你比得过他吗？你比得过员工玩家吗？你比得过吗？你肯定比不过的嘛，他的参数都可以自己调了，他的参数，员工玩家的参数都可以自己调了，你要跟他比什么？哦，或许你就说啊，他参数自己调，那我再氪更多的钱，我去赢过他嘛，我就看是他的参数强，还是我的钱包比较强。我告诉你，这样才是真正的傻子啊！他就是希望你氪金，他就要诱惑你氪金，他就要挑衅你氪金。那你真的要花那些钱？你真的要花那些钱？人家就是哦，人家就是故意做戏给你看，故意演戏给你看的，让你去氪金，让你花钱，那你还真的配合他哦？你还真的配合他吗？白痴哦！哦啊，这些氪金你们自己去好好想一想吧，好好想一想，拜托，麻烦脑子用一下，拜托脑子用一下。你看这什么首次工程？这什么？这个应该不是氪金，这个是我看一下前往唱曲什么？哦，这个不是啊。然后什么我们结婚吧？啊，我不想结婚。然后这个啊，这个反正他前面的就是氪金提示啊。请各位社会大众嘛，好好想一下好不好？麻烦有在玩这款游戏，或者是有在玩类似的免洗手游的玩家们，请你们好好想一想。你们花的那些钱真的值得吗？你们所谓的开心，你们所谓的开心，就是去配合人家的收益。你们的开心是去配合人家的收益，好不好？哦，人家要赚钱哦，你氪金，你越开心，他赚越多钱啊。但他反过来，他可以给你多少回馈？他还能他会制作出更好的游戏吗？不，没有啊。哦，事实摆在眼前啊，各位朋友。各位网友，事实摆在眼前，这些手游公司他们根本就没心想要做好一款游戏，每一个都是免洗手游，
模组、系统、机制从别的手机游戏这样一套搬过来，然后顺便稍微改一下 skin， 稍微改一下一些有的没的，然后一款游戏就这样出了，然后你再氪金，然后他继续出，然后你再氪金，让你的开心在哪里？哦，你的开心是在配合人家的收益。妈的，欸，如果你这样子的话，你不如去买春还比较好一点。OK， 然后再来看开服这边还有什么鬼东西？开服给除 ？Oh my god！ 哎，这好像看过。OK， 这有看过了啊！反正 go 不要再看下去。我的寿命嘛，我的寿命要降低了。还有什么东西？看一下啊，开服投资好像有看过吧？对不对？对啊，这些都看过。超低人的氪金提示，然后还有什么东西？战令是什么？干，还有什么400？各位有没有看到？哎，这些我还没有领哦，一键领取。虽然说我也懒得领了，反正也没差，这游戏已经要结束了啊。然后这个哦，你还要买这个东西，花500块，就为了这些东西，你花500块，就为了这些东西哦，就为了这一点点的东西。然后要去满足你的什么优越感，去跟员工玩家比优越感啊，哦！这个就是你们这些手游玩家超级低能的思想，跟员工玩家、跟工读生玩家比优越感，你们想要高人一等，想要比那些员工玩家还要高上一等哦。这个真是很有脑袋，真的很有脑袋哦！优越感嘛，有你妈鸡巴呀！然后这什么比拼是什么啊？看哦，天！哦，而且这边有个免费领取，好，领取这个就好。然后这个你还要去购买一些有的没水晶嘛，这些什么冲战力的水晶哦，这些冲战力的。好恶心哦！哦天，好恶心哦！啊，这不要看。然后这真回收，我看一下，真回收好像是把你的你可以比如说把一些你的装，你打到装备嘛，然后给他，然后就可以回收到一些钻石了。但是说穿了，你回收的这些钻石，我再说一次哦。他游戏机制给你的钻石远远比不过那些需要氪金的要素，他游戏给的远远比不上其他花钱的哦，记住这句话，各位，游戏给的氪金手游给你的一些福利远远比不上你要花钱的那些氪金要素哦，你远远比不上你要花钱买的那些资源。拜托，开悟一下好不好？开悟一下。还有什么东西悬赏？这个，哎，这个好像也不是，这个应该没有氪金提示了。好吧，然后再什么封神版？请问一下，他刚刚人物有换了一下吗？他刚刚人物是不是有换一下？好怪哦！更别说我严重怀疑啊，这些封神版里面应该也有所谓的员工玩家哦，还有你看有人被比下来，应该有所谓的员工玩家啊，反正就这样吧哦。你要跟玩家去比这个封神，你要跟员工玩家比这个封神版哦，恭喜你啊！然后我再来看一下还有什么仙盟 BOSS， 这是什么鬼东西啊？这个没有跳过，暗器优惠。哇操，这个也要氪金。然后普通单抽一下，反正有个普通单抽嘛，就来抽吧。这什么鬼东西啊？啊，就这样。干嘛啊，这什么角色啊，丑死了。这暗器优惠三小啊。哼，16000哦，要一万多个蓝钻嘛，然后他可以10连抽。哦，氪金手游有什么？买花现金冲战力 ，OK， 然后花钱10连抽，对，标准的氪金手游，标准的氪金手游，嗯 ，OK， 好吗？
标准的氪金手游。然后还有什么？我看一下哦，这个就跳过吧。然后这什么星盟答题，这个不是。然后什么现实联储，还有现实联储这种鬼东西，哼。哦，你们要除这些，你们要除这些，这么一点点资源，你们都要也要除。哎，傻子啊！真的很傻。那这什么鬼东西啊？干嘛？开启套装。OK， 然后哦，这个我还没开启哦，真可惜。然后这个奇珍三重咒什么东西？奇珍三重咒，我还豆腐三重咒哎。哦，好游戏，好游戏，这个就是你们口中的好游戏啊。